如何用 AI 生成一个真人演讲，四步就可以了。第一步，用 AI 绘画工具生成一个人像图片，我这儿用 Midjourney， 具体的人像模型和种子可以到 Civity AI 和 Lexica Art 这两个网站找。第二步，用 AI 写作工具生成一段演讲稿，我这儿用 Notion AI， 你用 Chat GPT、 Jasper AI、 密塔写作猫、 Friday AI 都可以。第三步，用 AI 配音一键把文字转语音，我这儿用标背阅读的 AI 配音，因为它的发音人适合多场景，支持多语种和多方言，做有声小说、电影解说、口播、教学、宣传视频都可以，还能手动调节停顿、连续上传背景音乐。最重要的，它现在有免费领会员的活动，选个喜欢的声音，最后在 DID 网站导入人像和音频生成视频，一个真人演讲的视频就生成了，看下效果。如果你用高标准眼光去评判这段视频，可能会觉得我的效果还很差劲，但你们这半年已经看到了 AI 的进化速度，真的只能用日新月异来形容。很快这个世界只会分为两种人，一种是会使用 AI 的，另一种是不会用 AI 的，再不上车可能就晚了。未来以来，优秀软件贵在实用。